张黄纸名为丹封。我有什么发现？我打开丹封，你接应就有望了。这些日子让你们盯着他。藏经阁顶层藏有鼎符。师尊被孙政委以外宗掌门令软禁在了南院，能取来便可借用云天宗至宝，闯云天宗藏经阁，夺天七鼎内的灵力冲击丹峰，斩当处死。